我们的野餐篮子出现了。它是有含篮子吗？对啊对啊对啊，含篮子，含篮子。Good day, mate. 我是 Cecil. Hi, this is Josh. 欢迎收看 Cecil 生活频道。今天我们来到的地方是台南渔光岛，这是我们第一次来渔光岛。为什么会来这里呢？是因为我的闺蜜贝拉，她来这边参加一个叫做草木生花知识的以森林为主题的市集。她跟朋友在这里摆摊贩卖法式料理风格的野餐篮。身为好闺蜜的我，当然要来捧场啦。所以今天就带大家来跟我们一起野餐，走吧。渔光岛位在台南市安平区，岛上一半以上的面积是森林，平常是民众前来踏浪或观赏夕阳的好地点。草木生花知识是渔光岛艺术节的期间限定市集，艺术节期间全岛封闭，除了搭乘接驳车外，只能徒步登岛。为了防疫，入岛一律实名制登记。我们是从安平骑脚踏车过来，现在要骑进去渔光岛了。人很多，这就是那个草木生花知识频道。草木生花知识是由台南在地咖啡馆草木所策划，总共五个周末，为期十天，有大约150家具有艺术风格的美食与手作摊位。市集里面甚至有木屋，是个充满惊喜感又美丽的市集。三台湾，刚好这是我们家的美容师，他也来台南玩。跟着徐医师的脚步。我们现在要来领我们订的野餐篮了。啊，对啦，老板娘出现。老板不是老板娘，老板娘是算钱。板娘是坐在那边算钱。老板是辛苦卖冰。有老板吗？他们除了野餐篮，也有卖单点的三明治，也是法式风格。不过已经完售了，生意非常好。这是猪排三明治。他们野餐篮的隔壁摊是饮料。就取觉得人太多了，不喜欢人多。现在要来领我们的野餐篮。这个野餐篮里面有附咸食、甜食、饮料，还有鲜花，以及一个完整的野餐篮子。我们的野餐篮子出现了。他们之前说限量是因为篮子要订很，对，篮子不够。好，谢谢。好啊，好啊。饮料，谢谢。好啦，我们的野餐道具准备就绪了。这是我们拿到的野餐篮，里面有咸食跟甜食。这个由台南四分之三法式甜点所推出的仙女下凡野餐组，结合两位蓝带主厨的创作，内容物包含了精致的藤编野餐提篮与棉布地垫、春天野餐花束、法式田园松饼、
法棍松露烤鸡与味噌炸猪排三明治，以及普罗旺斯落日果茶，再加上我闺蜜帮我们加码的炸虾排柚子胡椒三明治，以及爆馅松露乳酪包，真的是会把人宠坏的野餐组合。渔光岛这个森林场地，隔绝了南台湾的日晒，非常适合野餐。放眼望去，我们周围也有不少人在野餐呢。它cheese很好吃，因为我闺蜜贝拉非常会选 cheese， 她之前有时候从巴黎回来会送的 cheese， 那我们都拿来配酒。Josh， 这四个三明治你最想要吃哪一个？其实我每个都很想吃，但是它看起来都超大分量，但是我现在目前来说最喜欢的应该是那个鲜虾那个吧，鲜虾这个吗？对，那个是猪排，猪排鲜虾这个，对。看起来真的是很美味一样，对啊，而且分量应该够，对啊。那Cecil，你觉得你现在个人比较偏好哪一个？我想吃这个爆浆的松露包，因为其实我看不太出来它里面除了松露还有其他成什么成分，对，还蛮好奇的。那我先来吃这个，好啊，我试一下，沾有松露酱。哦，这面包很松软。嗯，它那个白白的那个，大部分也是 cream cheese， 然后带一点点酸味。嗯，我觉得非常的法式。它的不过那个酸 cream cheese 的话，我觉得要看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它会有点像优格的感觉。你等一下试试看你，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，我觉得还不错。然后搭配这面包很松软，很特别，这个口味很特别，一般真的吃不太大。松露啊，这是松露味。对啊，但是它还有那个 cream cheese 有个酸酸的味道，所以你可以接受。嗯，通常西式的东西都没有，很少我不接受的，除了番茄。而且看它三明治之后。刚好都没有翻碟，适合你口味的。嗯，那还好，这边有。好的，然后就那小番茄放进去。现在就需要来吃它的，我心中的第一顺位想吃的鲜虾排。超大一口，很满足。Yeah。那个鲜虾的味道真的是很明显，它这个虾味真的很浓。你看它这切面里面很多虾，不知道用了几只。现在来吃是用法国面包做成的鸡肉的三明治，你看那鸡肉也是很大一块，很多生菜。咬法棍就是需要很好的下颚。就是说，他觉得好像在法国，而且他能够在台湾买到那个芝麻叶。哦，对，其实不好买。对啊，我想要。那这个有在卖芝麻？我觉得我个人还蛮爱芝麻叶。嗯，有营养。好，最后我们要来吃这个，是我个人最期待，因为我很喜欢。炸猪排三明治，这个猪排超厚，看起来就很美味。来一口咬下，它的酱是有搭淡淡的味噌，不会很抢味，它主要还是吃到整个猪肉的那个口感，有鲜嫩的感觉，很好吃。我可以形容知道你为什么说它是很清爽，因为它是吃了吃起来之后不会甜，就是看起来那么厚，但实际上是不会
有那一种太过腻到腻的那种感觉。对，因为一般的那个猪排三明治，他们加的那个酱是就是那个猪排的酱，会带比较强的酸味。那这个就用味噌跟沙拉的基底，我觉得 OK， 就还蛮清爽的。猪肉真的很厚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下次见啦，拜拜。